港片英雄本色，近来韩国电影无敌者造势活动不断，日前举办一场媒体首映会，许多大牌艺人都来捧场。剧中四位男主角在电影圈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人缘更是出名的好。其中宋承宪更是获得压倒性胜利。오늘송승헌씨승헌이형초대로오늘오게됐는데요무적자재밌게보고가겠습니다많은분들응원해주시고요무적자승헌이형영화개봉축하드립니다무적자무적자화이팅오늘무적자영화굉장히기대많이하고왔고요영화꼭대박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그리고주진모선배님주진모선배님화이팅입니다电视王伟倩整理报道。